穿上一身帅气西装，今天带各位去吃吃我们公司的自助食堂。注意，是自助。走。你是？那吃自助吗？吃自助，今天中午是30羊肉汤。30啊？啊，对，需要报销费用吗？不用，自己吃。啊，那你就付这个吧。这个是自己打还是你给打？啊，随便都可以。那您给我打吧。这什么菜啊？虾仁儿，哟，这啥？米鸡肉片。哎呀，这不错呀！哟，包子、小饼。今天自助餐羊肉汤，哇、大块羊肉，美滋滋。然后这个菜我感觉还是非常丰盛的哈，烧饼、煎饼、美极肉片、扇贝鸡蛋、虾仁、蘑菇啊，给我们公司的这个自助餐打几分？来，尝一尝，啊，真不错。第一次来吃公司的这个自助餐，有点超乎我的想象。卷煎饼，这一块是羊排肉，沈阳汤圈的小羊排还是不错的。再加点羊肉汤，又是满满的一碗肉，自己想吃多少吃多少，太爽了。兄弟们，看完之后给我们公司的自助餐打几分啊？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啊。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，不要忘了帮我点个赞，以后经常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公司的自助餐。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